等等去哪啦？来花莲出外景咯。飞行伞太高了，不行，太可怕了。你好陆龟，好屌哦！今天天气超好的。来，第二车的，来，去那个中青会的哈，合适的这边请了哈。好入戏，好入戏哦！对，我车是，对，有点喘，有点喘。好啦，走吧，我们到了就继续咯。这个呢是太阳蛋炸鸡咖喱，嗯，非常的直白，就是有太阳蛋炸鸡咖喱，不得了，它的牛味很重，蘸一下咖喱，对，因为它的炸鸡没有柴柴的，很 juicy 耶。喂我吃，太阳蛋的部分，流出来了，哇！明香马靠炉烤照烧鸡腿非常长哈，我刚才一切那个鸡汁直接喷出来，他们怎么这么会处理鸡汁啊？就可以把鸡汁都锁在里面，这样子。哎呦！我听到声音咔咔。对啊，这个面包皮是很脆的，真的很脆，然后超级扎实的面包，很好吃。好棒哦，最好吃的早午餐吃。对啊，而且吃这个一定会很饱，因为它面包很扎实，然后鸡肉这么大块，然后又有蔬菜，嗯，很均衡，超棒的。我们又多加点了，没想到他还有这种口袋饼早午餐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对不起预算哦。好，我们就速速吃一下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怎样？我刚一口吞了这个水性饼，怎么了？啊，好，这边剪掉。台式炸鸡。哦，你吃的是台式大鸡吗？那布丁吃的是豆香培根，很好吃哎，而且它料给的很多，刚一口咬下去蛮爽的这样子。好好吃，我舔到一下好辣。你们不同道吧？对啊，怎么那么好吃？还是因为我敢吃辣，它里面是有那个泡菜，就是完整的泡菜在里面，然后它的鸡肉上面搭的有那个酱，是有点甜甜辣辣那种韩式辣酱。嗯，对对对。而它上面又加了一个起司在里面，非常有饱足感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不管你是要吃下午茶甜点，还是你想要吃那种早餐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吃。好棒哦，好会点呢，好会点的。对啊。丹丹跟何美出外景，你知道我上次真的很难过哎，因为很怕。你说怕我不就不就没来？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也是觉得丹丹可以跟何美出来。因为你知道，毕竟很久以前就认识他，然后我觉得现在和美真的越变越好，然后走到现在，我觉得很感人。他上次有跟我们说布丁以前都剪我的影片，对啊，很感人呢，短片啊什么之类的。因为他刚刚说很想念的时候对望，我就有点感动了。你眼睛怎么也红红的？哎呦，现在情绪很容易上来。对啊，坐在你旁边脸真的好小。啊，我105公斤。其实上次我急诊的时候真的很急。然后我就，那些都是嘉宾应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嗯，对啊。但是真的身体健康最重要。而且我在急诊室，然后还有那时候，其实 Rock 也很感人啊，虽然我们一直僵他，可是他那时候第一时间，然后他就立刻说，那不然我们就取消，因为现在过去的话也是 delay， 所以我们就倒不如整个移到下礼拜再去。对啊。然后当下我听到之后我就哭了，然后小瓜金健也傻眼说。你不要哭啦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就说对不起大家，没事。我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就是那些插血管，对，哦，还有那天超可怕的。我记得那我大概躺了2-3天没有办法出门，我觉得太不舒服了。幸好我们没有去，不然真的。而且你知道昨天在骑沙滩车的时候，我在想说。如果是那个状态，然后要去骑，我可能真的会失。我跟你讲，不行，我会因为那个沙滩车石头碰碰碰，我屁股都整个被戳到不行。然后水像一直这样溅起来，很危险。不行，我觉得延一周真的是对的啦。而且刚刚好，昨天又转一个好天气。
好啦，不要哭哦。好啦，没事啦。对，重逢。对。很假掰耶！哎呦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外景要结束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淋着滂沱大雨。我们要，抱歉。我们要骑着 chill 的脚踏车回饭店了，我们可以的， go go go。